等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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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咱今日在泉州，咱的故乡，咱的老公，咱的老公家，咱的先生，阿哥，咱今日在泉州，我看嘛是阿哥足多，咱的故乡市的市民在泉州，多谢大家，今日你嘛，我刚来跟咱做伙，我足感谢。就感恩的，多谢大家，多谢多谢。咱的故乡是劳工的城市，咱这个所在几十年来都是咱的劳工的付出，让咱的经济会使发展，让咱有出口的机会，有咱。经济成长的机会，啊，不过这几年来，咱的经济的发展，因为咱的产业无转型，啊，咱的经济的形态，咱的台湾出单，中国出口的形态，予咱足多咱的工作的机会移到其他的国家，尤其是去中国。所以咱的工作机会越来越少，啊，咱的产业也没有更新，啊，咱嘛无新的产业，所以我知影讲，这几年来，咱的劳工、咱的劳工、咱的劳工朋友，真的很辛苦。我要跟大家讲，大家辛苦啦，是今天真正的、真的很辛苦啦，辛苦。所以，咱政府有责任把咱的产业甲改变，咱的传统的产业爱好升级，好愈做愈好，和咱的劳工、咱的薪资有成长的空间，啊，和咱的故乡、咱的南部这个所在。咱嘛希望讲，将来咱会使有新的产业，予咱有新的工作的机会，啊嘛这是咱应该爱做的代志。啊，不过咱三四年来，咱看到的是咱即马这个政府，伊较关注的嘛是甲中国的关系。伫三四年来，伫中国投资。愈来愈多，啊，咱的工作机会流失的越来越多，啊，咱的人才也流失越来越多，所以咱的劳工这几年搁拄着国际也不景气，所以咱的薪资都没有成长的空间。今年咱的台湾，咱的薪资所得倒退了13年。啊，是按照咱的薪水的水准可以倒退到13年前，因为咱这个岗位，咱这个社会的岗位，工作机会不够多，啊，咱的很多人都去做派遣工，去做非典型的劳工，啊，嘛就多人去打零工，去做部分工时工。所以咱的整体，咱的所得一直在下降。所以这是一个对咱的劳工来讲，这是一种艰困的时代，也是一种困难的时代。啊，咱的政府应该要拿咱的对策来照顾咱的劳工。阿哥，这几年以来。咱无看到咱的这个政府拿出实际的措施、实际的手段、实际的政策，来给咱一个较好的工作的机会。所以，咱今嘛把中国很欢乐，因为这一次我没有看到无薪假，我等来。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啊，咱嘛不知道这一波的无薪假到什么时候才会停。啊，咱的失业率继续在上升。哎，我要等等哦。啊，外销订单跟咱的劳动市场在萎缩，
继续下跌，我们的景气的警讯也同时出现，所以咱会使讲话咧，明年咱的劳工的处境是讲更加困难，啊，咱的台湾的经济会有更加严峻的考验。啊，这个时阵，咱们看到咱的政府来积极的应变，咱们看到咱的行政部门在拼经济，咱看的是规个政府都在拼选举。因为咱的总统，即卖总统，伊关心的是，伊会使阁做四年，所以伊动用了国家的机器，那伊的政务官花这么多的时间，这么多的精力，在打击我，在抹黑我，在打击在野党的候选人。我要甲大家讲，如果我们把这个政府继续交给现在的马英九，哪个会犀利？台湾政治的道理，大家讲对唔对啊？对。现在台湾已经都是换，咱的产业都是换，咱的经济都是换，咱的民主也倒了一半，啊，咱的国家的体制也都被破坏掉。啊，咱的社会充满了不公平的感觉，充满了贫穷的感觉，所以我们大家说，再给他四年，我们台湾就全倒了，大家说对不对啊？啊，但是安尼，真欢喜，大家较有感觉，大家爱下一个决心，欢喜，咱换届政府好不好？新的开始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。我们让台湾的劳工有新的工作机会，有高品质的工作机会，有薪资成长的机会，让台湾的产业有新生的机会，有再造的机会。所以欢迎选举的新总统、新政府，我们一起来拼拼经济，好不好？在高雄这个所在，还有很多很好的传统产业，还有很多很需要的就是政府在注入资源来到沙岗，在帮他们训练更好的劳工，让他们有源源不绝的劳工，优质劳工的工作，政府也可以提供给他们技能，替他们开拓国际市场。咱的高雄，这个地区，还阁有足侪足侪，咱的传统产业足优质，所以蔡英文在跟因座谈的时阵，我跟因保证，我们一定第一优先，让咱的高雄地区的传统产业可以再生，可以升级，让咱大家有一个更加好的工作的机会，安尼好吗？新的产业，我有讲过，我们要在南部，尤其是高雄、跟台南、跟屏东，我们要有一个绿能产业。我要在这设立最好的绿能产业的研究机构、发展机构。我也要在这家在大学里面设立最好的科系，让咱的大学可以适应咱绿能产业的发展。啊，咱嘛要把咱的台南区、甲高雄区变成典范的绿色都市，让咱的台南、甲高雄都可以走向一个使用洁净能源、能够节能减碳的一个绿色都市。大家讲好不好？咱的开始新的产业，啊，咱若有新的产业，咱就有足侪足侪的工作的机会。我要跟大家讲，台湾有机会发展咱的绿能产业，因为咱的南部有阳光，有优质的农业，都是绿能产
的上好的所在，所以我就有信心的，咱有那个技术，我们有那个天然的条件，是不是？咱大家跟蔡英文继续来拼，来拼一个新的产业，在咱的高雄，安尼好吗？咱新世代的产业的高雄，一定是一个洁净的，一定是高科技的，有未来远景的产业。因为高雄在上一个世代牺牲太多，但在上一个世代的工业发展，很多的重工业、污染性的工业都放在高雄，所以它的高雄真的牺牲很大。所以我们下一个世代一定给高雄一个干净、有竞争力、高科技的绿能产业，你好吗？好。来问高雄出发，带领台湾发展绿能产业，我们相信我们一定会领先亚洲各国的绿能产业的发展。那咱绿能产业发展成功，我们2025年那咱会走向飞鹤家园的，打个招呼好不好？高雄人阳光包容，各种勇气，所以这个新的产业放在我们高雄来发展最合适。所以我们咱的高雄人，你有关心咱的拼一摆无？咱就拼一个新的产业，安尼好唔好？好。好唔好？好。好唔好？好。阿兰，这是咱。对咱的高雄一定爱做的代志。啊，第三个，咱要甲高雄做的，高雄是咱南部第一大都会区，伊是支援咱整个南部上大的都会区，所以咱一定会支持咱的中介啊，继续来发展咱的高雄，变成一个现代大型的都会区，来讲话嘛。在大都会会支援咱所有南部产业需求，咱的南部产业需求所需要的经理人才、专业人才、研发人才，拢会使予咱伫咱的大高雄内底生活，有一个优质的生活环境，很多的人才都会移进到高雄来，安尼好不？好不？阿兰，我要吸引好的人才。来高雄生活在我们的大都会区，但在高雄港的开发变成一个现代的休闲港、现代的文化创意港，这也是我们跟局长我们一起来合作，你好不好？这三项事情我们将来4年咱加速来走，我们一定加速来做，注入咱政府的资源，我们很快的就会让我们的高雄有很多的新的产业、新的机会、经济的繁荣。我们感觉讲住在高雄是一个舒服自在的地方，但是也充满了经济跟商业机会，来讲话吗？那么阿兰马爱够咱的老公老公咱今嘛在发展新的产业，但改造咱的新的产业的同时，咱嘛爱照顾咱的劳工的权益，可以唔好在这一波不景气的当中去受到伤害。所以，咱要做的就是，第一呢，我们将会放宽延长失业给付其中的门槛，和咱的失业给付。比较容易拿得到，比较能够及时拿到咱的政府的照顾，来公会好。啊，第二个，咱要打零工的，咱是不是把你的基本的工时，我们再往上调，让你的基本的工时能够有一定程度来支应你的生活，那你的工资。的基本工资我们也要调，我们按阶段来调，让我们的基本工资跟得上我们的物价水准，来公话吗？
在台湾太多人都被迫去做非典劳工，做派遣工，所以我第一个要做的事情就是我要禁止政府机关用派遣工，啊，现在的派遣工我都要把它转换成约聘的员工，大家好吗？我希望派遣工都可以转为正职工，安尼咱较有一个正规的工作机会。如果继续做派遣工，我嘛要修法，我那个派遣工跟我们的正职的工人是同工同酬，安尼好吗？好吗？也要减少部分工时者。因为咱即马就侪人被迫去做部分工时，所以咱应该创造出来更多的工作机会。我咱们即马做零工诶，做部分工时的人，将来有个全职的机会，大家都好好。啊，咱再做一项，咱即马劳工就侪拢有过劳死的问题，所以咱要重新检验。咱的劳工法令的责任制，我们要限缩这责任制的适用，咱要要求企业挑起责任，必须给予劳工合理的工作的小时跟时数，所以我要限制咱的责任制跟的行业跟职业的适用，来防止这个责任制的滥用，让咱的劳工的过劳死可以把它减少，甚至于把它消除。安尼话怕，没有台湾的任何一个劳工都应该，没有一个台湾的劳工会被这个工时所拖累。咱无希望破坏了咱的台湾的劳工有过劳死，有过劳死就是台湾劳工条件的一个最大的失败。所以咱是不是来改变咱的制度，我们避免这种过劳死的事情再发生，来来好不好？所以咱这个国家最缺的就是一个部门的工作。我才对我讲的，一方面咱们照顾咱的劳工的权益，啊，另外一方面咱们要创造新的就业机会，新的产业，给咱的劳工朋友，给咱的劳工在台湾的社会里面得到应有的尊敬跟照顾。我们要提高我们的劳工在台湾的社会的地位，因为劳工是台湾最重要最重要的一群人才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这是台湾创造台湾经济活力最重要。很多人都会离开台湾去别的地方工作，或者到其他的地方去投资，但是只有劳工跟农民是永远跟我们在一起的，大家听到没有？那个永远跟我们在一起的劳工跟农民，就是政府要最优先照顾的，大家听到没有？听到没有？所以，咱是不是？在这先多谢咱的高雄，咱的大家长，咱的陈局，咱的陈市长，咱的局长，咱的局长以前就是劳委会的主委，啊，做咱的高雄市长，足照顾咱的劳工朋友，是不是？咱甲咱的局长先一声谢谢，好无？好无？就是有咱的局长安尼甲咱照顾，咱的劳工。在咱的高雄，彰化高有人在甲咱照顾。